会泪溢圆形凸，枕头上都是毛。反正就开始会给我就撒发粉啊，然后我让我对那种自尊心也大起。现在没秃头了，就开心点嘛。伊林娱乐28日举办自创品牌艾尔菲斯洗发精记者会，旗下名模王丽雅、林嘉琪、王思蔚以及瘦身有成的黄志伟都来站台哦。到我就洗发精，我就要唱歌，因为我比较容易出油。人家微微会这么注重洗发品质，也是有原因的。我自己都无法阻挡，一个人独自面对整个世界的沙漠。你没看错，两年前帅气的微微居然有原型秃。前两年在中国大陆，我不是投了一个医院嘛，当然可能还有印象。然后我那时候是压力真的很大，我这以前睡觉我都起来，枕头都是秃，对吧？就是开始会给我撒发粉啊，然后我让我对那种自尊心也是很大气。持续掉发一年后，黄志伟找了医生才慢慢长回头发，现在完全不用发粉，发量可是超浓密哦。娱乐中心们，不，只会想说那是算了，我剃光头，我也不 care 这种东西，反正我头还算好看。爸爸，